直播吧，8月28日讯，今天马刺老将吉诺比利在推特上宣布退役，结束16年的 NBA 生涯。吉诺比利都只为马刺队这一支球队效力，在这16年 NBA 生涯中，吉诺比利留下了一串伟大的数据：常规赛出场1057场，首发350场，总出场数队史第三，共上场26872分钟，得分14043分，队史第五，出手10262次，命中4584球，总命中数队史第五，罚球出手4089次，命中3380球，总罚球命中数队史第四，篮板3697个，队史第三，防守篮板3012个，进攻篮板685个，助攻4001个，队史第四，抢断1392个，队史第一。职业生涯常规赛762胜295负，胜率高达 72%。 季后赛出场218场，共上场6075分钟，总出场次数队史第三，得分3054分，队史第三，出手2209次，命中956球，总命中数队史第三，罚球出手1001次，命中818球，总罚球命中数队是第二，篮板874个，队史第三，助攻827个，队史第二，抢断292个，队史第一。职业生涯季后赛135胜83负，胜率 62%。 职业生涯主要荣誉02-03赛季最佳新秀阵容，第二阵07-08赛季最佳第六人，7月8日赛季最佳阵容，第三阵10-11赛季最佳阵容，第三阵04-05赛季全明星替补，10-11赛季全明星替补，02-03赛季总冠军圣安东尼奥马刺，04-05赛季总冠军圣安东尼奥马刺，06-07赛季总冠军圣安东尼奥马刺，13-14赛季总冠军圣安东尼奥马刺。